们这边是一方封口机，那我们这边的特长呢，就是我们的饮料封口机。那除了饮料封口机以外呢，我们还有其他的产品，就类似我们的展示柜，有我们的贴体包装，然后有我们的束带机。我们放在门面上的，我们称为圆盘式封口机。那它整个都被罩起来了，代表说我们是希望说让客人呢，他的手不要伸进去，让他有产生任何的风安，让他的生产呢，从弱杯、填充、封口、出杯都可以一系列完成，而且让员工能够很安心的做一个生产。